费轮一贯吸住动不了了，放开我。伙伴们快来，你们看我发现了什么？一个游乐场，好家伙，项目还不少，来玩吧，玩一会儿就得走了，咱没买票呢。这儿有一个滑梯，上去看看能不能滑下来。嗯，你们别光看着我玩呀，你们也玩啊，怎么奇奇怪怪的？从开始到现在，小弟们就一直发抖，好像挺害怕这里的。咋的，这还有妖怪啊？我去，灵异者翻过来了，你不是被打死了吗？好家伙，半边身子都没了，还跟没事人一样。哎呦，走过来了，我们躲一下。这是要干啥？我去，游乐园下面还真藏了个妖怪。开跑！哎呀，费轮一贯吸住动不了了，放开我，挣脱开了，快跑！太高了，这也打不着啊，得去找个制高点和他打，不然我们太吃亏了。我要溜了，要溜了。哎，有点高，跳不上去。听声音，他快到了，换个地方吧。跳起来打你膝盖，小样，你还追不？快没子弹了，先爬上来。这家伙可真硬挺，再来一炮。开跑！死了吧，子弹刚好打完。这领域者不会突然搬下来吧，这怪吓人的。爆了个什么东西啊，没注意，先吸收点燃料，没子弹了。哈喽啊，大屁股怪兽。嗯，看我过来咋的，你还想坐我呢？没事儿，下辈子注意点就好了。嗯，又来了一只，你是他亲戚啊？那你们一起下去吧。为首他。这有人，你注意点。哎呦，你撞到我了。你也想碰瓷呢？这路上怪物也太多了吧，都干掉四只了。嗯，这是啥，尝尝看。鼻子发生了变化。我去，喷出来的不是水了，真够恶心的。前边有个地洞，好久没有探索地洞了，我们下去看看。好家伙，一下来就看到了一条岩浆河，好像可以透过石阶过去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点个关注，下期更精彩。